超人气的新人王萧敬腾在昨天度过他21岁的生日，同事好友悄悄地帮他准备了一个庆生会，让萧敬腾是既惊讶又感动。热热闹闹过生日，21岁的生日原本只打算在录音间安安静静的度过，不过早在他进录音间的前一刻，唱片公司同事精心设计了一个庆生会，让萧敬腾吓了一大跳。可爱的一面，不过神话一哥还是不改特色，声音小的几乎让人听不到。我收到所有的人、家人、朋友，还有大家都永远健康快乐。谢谢。献上礼物跟祝福，尤其这张新人王的奖状，让萧敬腾笑得合不拢嘴。